大家好，我是徐立贤，欢迎来到跨市博弈。当一间龙头公司，一间几乎垄断了市场的巨头，突然不再讲无对手，反而开始大谈纪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妥？市场主流的看法很简单，半导体始终是周期性行业， AI 好劲咪扩张咯，但扩张得太快，好快又会供过于求。魏哲家讲纪律咪就是想同市场派定心丸，话我哋好审慎噶，唔会乱烧钱，所以券商俾佢22倍 PE 已经好慷慨啦。呢个就系大家嘅共识，一个好合理、好稳阵嘅睇法。但如果我同你讲呢个共识由一开始就错晒咧，你以为嘅纪律唔系节制，而系铁腕；你以为嘅审慎唔系谦虚，而系算计。高盛啱啱将台积电2025年嘅营收增长由30%大幅调高到35%以上 ，CoWoS 产能未来三年嘅年复合增长率更加系61%嘅癫狂速度。如果呢个叫纪律，咁失控又应该系点样嘅？呢场游戏嘅玩法已经彻底改变咗咧，你仲用紧旧地图去玩新大陆？点解？因为台积电的权力结构已经不同了。魏哲家讲了个关键词，客户的客户，你是不是听完就算？翻译成白话就是台积电谈判桌上面的对手已经不再只是 NVIDIA、AMD 这些晶片设计公司，而是 OpenAI、Oracle、Microsoft 这些云端服务商。这些先是真正落单决定 AI 未来需要多少算力的终极玩家。当一间工厂可以绕过它的直接客户，直接同终极市场的大佬倾生意，它就不再是一间被动接单的工厂那么简单，它变了做成个产业链的中央银行。它掌握最真实的供需数据，它可以精准控制产能，它可以将超额预订的风险压到最低。而你作为一个投资者，如果还用周期股制造业的眼光去看它，你就好像在一场一级程式赛车里面揸住的买送车一样，你注定只可以食尘。现在的盲点是什么？就是所有人仲以为有得揀。晶片设计由 R&D 到量产，闲闲地要两三年，一上了台积电 N3 的船，你怎样跳去 N2? 你根本冇得跳。三星、Intel 追得咁辛苦，但台积电的 N2 制程2025年底准时出场，而且利润据讲仲好过 N3。呢条护城河唔系变浅，而系深到连船都过唔到。咁地缘政治呢，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唔系风险咩？呢步棋仲高，佢表面上系交保护费，实际上系将政治风险转化成巩固垄断地位嘅筹码。佢满足咗华盛顿本土制造嘅虚荣心，但系同时确保最先进、最赚钱嘅技术永远都系由台积电自己主导。呢啲唔系工厂老板嘅思维，呢啲系玩家嘅思维。所以你仲信周期呢个故仔？市场而家做紧嘅系将一间本质上有周期风险嘅制造商，俾一个好似公用事业咁稳定嘅估值溢价。因为 AI 呢场淘金热，台积电唔再只系卖产嗰、那个，佢系独家垄断咗水源、公路同埋银行嗰个商人，佢甚至唔需要自己淘金，佢净系向所有淘金客收过路费就够。呢场赌局嘅风险好高，高到唔合理。但问题系，当赛道上只得一个玩家嘅时候，你作为旁观者，系咪真系有唔压住嘅选择权啦？记得订阅我哋嘅跨市博弈。仲要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最新内容。如果有兴趣，请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专业及 Patreon 会员，资料喺下面 info box。下次再见。